部门工作小组也将解散，转由卫生部管理冠病疫情。我要感谢国人在过去三年里同心协力对抗疫情，尤其是前线的医护人员。我也要感谢所有国人一直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，并在最困难的时候团结起来，在危机中互相支持。听我说谢谢。